可以就座。咁啊喺呢個咁猛嘅太陽之下照住我哋咧，我哋希望我哋今次可以就座。咁啊喺呢個咁猛嘅太陽咧，我哋嘅鑽石贊助咧特別多謝就係上海商業銀行。咁啊今日咧亦都係派咗好多同事嚟支持嘅，感謝曬咁多位上商嘅朋友。多謝，唔該。不過大家要留意，今個星期六咧，阿志偉哥會帶領啫，就係成個 TVB 都令到大家好開心啦。希望全部都有陳惠州夫人紀念小學啦，陳林啊，係啦，係呢度又係陳。望多張呢度，唔該。嗰個小秘密俾過你所有今日喺現場嘅朋友啦。我呢度唔該，係，我呢度係。我都講過啦，呢個世界紀錄咧係第一次係有人類去挑戰嘅。如果真係破到世界紀錄咧，除咗係我哋香港人驕傲之外咧，亦都係世。好開心，因為呢一個健力士其實係我哋全香港嘅香港人嘅。因為其實我哋平時發覺最近我哋好大壓力啦，咁我哋今次其實靠呢一個活動咧，係希望可以透過藝術，我哋更了解自己。咁就見到個 panda 啦，當你畫呢個 panda 嘅期間裏邊，我哋可以同屋企人可以大家多啲時間去溝通啦。第二樣嘢就係畫嘅時候可以靜落嚟。其實我哋平時真係好忙，我諗細路仔有細路仔翻學忙，翻工有翻工忙。其實透過呢一次嘅畫畫，我哋可以靜落嚟，自己去問下自己，打開個心，自己開唔開心呢？咁然之後就可以去感受一下呢樣嘢，因為呢樣嘢好重要。因為有時我發覺有啲好窮嘅地方咧，都唔代表佢哋唔開心。有時我見佢點解仲開心過我哋？因為我去過印度，試過見過好多地方，反而我見到都市人就係好忙好忙好忙，佢哋反而係未必咁開心。所以其實係。其實面對任何嘢係唔重要嘅，重要我哋嘅心態點去睇，所以我哋可以用換一個角度去睇一件事，其實就會開心好多，係咯。要最重要嘅人物，喺呢個時間請大家俾掌聲佢哋先，包括有創辦人羅宇軒博士同埋邀請佢哋，其實就係真心打動佢哋嘅，因為呢一個係一個幾要正視嘅問題嘅心理健康，因為其實如果你冇一個健康嘅心情。嘅情緒啊，我講係，你會影響曬屋企人啊、朋友啊，甚至乎呢個社會都係。你出到街，如果有個人好唔開心，去話你嘅時候，其實你都會唔開心。所以我哋只要每個人去打開個心，開心啲，即係接受無論任何困難都好，我哋都要正面啲去面對嘅時候，身邊每一個人睇到你嘅笑容嘅時候，成個世界都開心啲，香港都變咗係個開心嘅香港。好啦，完成咗我哋鑽石贊助嘅。支持之後咧，喺呢個時間請兩年啊，因為兩年去籌備去諗啊，有啲咩要正視啊，同埋俾人忽略咗嘅事啊，其實呢樣係忽略咗，我覺得忽略咗我哋最基本最重要嘅嘢就係內心，因為我哋嘅內心只要健康強大，我哋就可以創造一個好好嘅未來。未來是我們自己創造，我們自己不給機會自己，不改變自己，你怎麼可以改變我們自己的未來呢？未來的挑戰其實未來都很多事做，因為未來我們有個 apps 啦，可以教我們大家去做冥想啊，有些 workshop 啊，見些不同的心理醫生啊，透過藝術啊，我們有治療啊樣，所以這一串的事情我想已經是終身的事了。未來希望集合了多些人的能力啦，我們一定會不停地破一些不同的紀錄的。仲有遙遠的記者朋友，多謝你今天的支持，希望你幫你大力的推廣宣傳。其實有很多，有些有一個是寫了很多很深的字的成語，即是講一些例如講一些比較佛學一些的都有，沒有想過小孩會寫到一些那麼禪的東西，我自己沒有想過，居然在個 panda 的頭上畫了一個佛祖出來，是的，那我覺得這個都很奇怪，原來一個這麼小的小孩可以這麼有善心去明白佛學的道理，我這個都挺 surprise。 那另外有一些是另外還有一些是很漂亮的，即你會覺得好像一個大人畫的顏色的 combination， 所以其實小路仔的創作是無限的，反而我現在要跟著他們學一下。好，這邊好就是這邊了，我會拿個獎影的。喂，你冇我家姐想同你影相嘅咩？我揾佢。好，就係呢邊啦，係啦，好。Hi everyone,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We really appreciate all the support from our sponsors and volunteers, especially our ambassador Mr. Alan Simon. Thank you so much. 咁亦都再次多謝，我都要再次多謝聲嘅，雖然頭先已經講曬，志偉哥，多謝曬，真係
你是我們所有香港人心目中的一個開心果，有你今天的支持是我們的光榮。 Thank you。 另外又有我們好朋友 YoYo， 因為 YoYo 是很用心，他是畫這幅畫的時候是問了很多問題，然後跟他的女女一起去用心畫怎麼辦怎麼辦，終於這幅畫都畫了出來，也都很多謝你今天來到我們今天這個這麼有意義的活動。 Thank you sir。咁另外又要講一個好朋友啦，男神出現啦，余偉豪先生，多謝曬 Ben， 真係好感恩你，因為你嘅支持令到我哋今日發光發亮，多謝曬。另外好朋友香港藍小姐，好優雅嘅，大家覺唔覺得好優雅？香港小姐形象超好，同埋好有愛心，一問佢佢就即刻答應我哋，所以我哋俾啲掌聲向香港藍小姐。另外其實我都要多謝其實邱海敏小姐，這個是我一個很久的朋友，她是很少出來的，我相信大家知道結完婚之後都沒什麼出來了，她今天是真的特登來支持，因為她也會覺得我們的精神健康是很重要的，那我們給她鼓掌掌聲鼓勵她，多謝你今天的參與啦。另外我都要多謝很多除了剛才 Joseph 說的，我不可以說了，因為看一看電話Joseph 剛才說的這麼多位 sponsor 之外有很多很好的朋友，我想大家給一點時間我多謝他們，有黃展濤啦，黃展濤阿濤，你可以起身給大家見一下你這個愛心的贊助人，多謝曬，我們給一點掌聲他。另外是兩位太太的，不是兩位太太，他們是一對人，我說錯話了，阿卡卡、黃佩賢小姐，另外呢就又有 Eddie Chong 好朋友 Eddie Chong， 也都是法拉利女的，然後又有Sophie 曾韻嘉，多謝曬 Sophie， 多謝曬，又有做義工又捐錢，好好。然後 BB Law 多謝曬，佢又係好朋友嚟嘅一個。Tim 阿 Tim 係啊，多謝曬，多謝曬各位。另外仲有一位梁嘉琪小姐，係啦，多謝曬你今日嚟，靚女，多謝曬，多謝曬你嘅支持。好啦，咁呢一次我哋講翻呢個項目 Inner Trail， 到目前為止我哋已經集合咗超過18,000幅無憂熊貓嘅藝術畫作。而用了3,330個畫架呈現出來，好像剛才剛大家應該在門口看到，其實每一幅是很多小朋友去畫出來，但其實不只是你看到那麼簡單，當這些小朋友畫的時候，他有時間跟他們自己的家庭家人，即是爸爸媽媽去溝通一下靜下來，因為我們畫之前其實我們有個測試，有什麼顏色代表了不同的情緒，其實我們發覺我們的人生由細到大，細有細個學生的忙，大個咗又大個，大咗做嘢又好忙，好似成日都忙到其實自己都忘記咗自己個心靈。我覺得今次我哋透過呢一次嘅活動，可以俾我哋靜落嚟諗下，其實問清楚自己，你係咪真係開心啊？其實係咪又忙嘢忙到即攰曬？咁我俾少時間自己靜落嚟休息一下。無論遇到任何的問題，我們都要想想，其實都是好小事的啫。但是怎樣去方法去做到好小事，其實都幾難。所以我們的 Apps 嚟緊係可以有不同的冥想啦、藝術啦、workshop 啦，我哋去幫助我哋香港人可以行出一步，打開個心，望清楚，不要呃自己，你開不開心？因為我哋今日的不開心，不單止影響我哋屋企人、朋友。整個社會和我們自己最尾造成很大的傷害，最近我不停看到報紙，很多人自殺，不開心，很 intense， 小的問題就是家庭問題、暴力，很多不同的事情，有時我們發覺很簡單，好像智慧哥這樣笑，其實是很難得，因為你沒有內心的快樂，我們根本就笑不出，所以希望大家今天可以靜靜問下自己，其實我有一日裏面，我哋笑咗幾多次？學識笑容，因為笑容俾到我哋香港更多正能量，俾到身邊嘅人更加鼓勵，多鼓勵。多謝曬今日嘅來臨，多謝。
多謝曬 Christy， 多謝曬 Joseph。好啦，唔該曬。係啊，首先多謝 Joseph 同 Christy 邀請過嚟啦。咁我覺得今日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啦，即係除咗可以破世界紀錄之外，其實分享愛同埋正能量呢一樣嘢，我覺得而家係好重要。尤其是即係大家經過咗兩三年嘅疫情，其實可能心靈上大家都可能係有啲嘢係塞住咗噶，其實可能自己係諗唔開。但係其實愛同埋正能量同埋開心呢一樣嘢，其實可以係傳染力好強嘅，比起 virus 係更個傳染力更強。所以我覺得只要自己開心啲，將正能量都傳染俾身邊嘅朋友，感染到大家嘅話，呢一樣嘢先係最重要咯。冇錯，咁啊呢個 positive 大家都想要。呢個 positive 大家都想要，所以一定要 positive。好，咁啊有份參與創作咧就係阿 Yoyo 啦，咁啊幫你好都講翻幾句你當日創作嘅故事咧。我當日創作，其實我好記得我第一日識 Christy 嘅時候，我就第一眼見到佢坐低，第一句問佢：我哋有啲乜嘢慈善活動可以一起做啊？真係我第一次識佢嘅頭幾句説話咧，就係問佢呢樣嘢，所以我今日非常之今日真係做咗，係啊，今日非常之榮幸。哎呀，哎呀，哎呀！好多謝 Christy 同埋阿 Joseph 嘅今日嘅邀請，啊，同埋當佢邀請我畫呢幅畫嘅時候啦，我同女女一齊畫嘅，咁因為我好驚啊，佢話要展覽，我驚自己畫得唔靚，亦都好耐冇畫畫啦。咁陣間可以俾大家睇下畫嘅，喺度即刻俾你，將原裝正版出嚟俾你。而阿袁偉豪先生嘅作品就喺度啦。好，我俾收翻你佢先。係啦，呢一幅就係我畫嘅畫啦。咁咧比較小朋友啲啦，係啦，因為我好中意大自然，所以我覺得熊貓應該喺個竹林入邊，同埋有好多心心啦。好點解佢著嘅衫係藍色咧？係因為藍色代表寧靜啦，好 calm 啦，所以我就用咗藍色。咁就一個好靚嘅環境去 meditate。咁呢個就係我嘅概念啦，就係呢個 chill panda 嘅概念啦。我想問一下咧，其實你同你個女女有冇試過真係人生裏邊真係坐低去畫一幅畫？係啊，我記得當時喺張台嘅時候，佢就喺坐喺我對面畫佢嗰幅畫，我就喺坐喺自己個位畫自己幅畫。即係我覺得好耐未試過真係完成一幅畫啦，因為我記得我真係畫畫嘅時候已經係中學啦。所以好多謝你俾呢個機會我去參與呢、這個健力士世界大全呢個紀錄，係啊。但係其實我哋見到你幅畫，你會見到係好多花花。其實 Yoyo 個人係好開心嘅人嚟，即係佢係好多愛啊！即係我睇幅畫就見到你，其實係你係一個咩人？多謝多謝多謝。好，多謝曬啊！再落去變咗姊妹圖㗎啦，我哋啊。好，我問下阿井 Sir 啦，好，我哋快問下嗱，呢個幅畫創作又點咧？啊，因為阿志偉哥都望住你幅畫，金睛火眼，我見到。首先都要多謝 Christy 同埋 Joseph 啦，咁啊緣分令到我哋走埋一齊，咁啊可以令到我可以參加呢次嘅活動。咁其實簡單啲講咧，喺我畫呢幅畫嘅時候，係的而且確係好靜心咁樣去，好專心去諗究竟我係點畫。咁其實簡單嗰幾個鐘頭裏邊，都已經可以放低咗我日常或者我生活上嘅一啲嘅煩惱，所以就完成咗呢幅畫。咁其實呢幅畫係講多少少就係我用一啲電子，即係用 iPad 嚟去畫嘅。咁坐喺床頭啊，坐喺飯台啊，周圍咁喺屋企度畫。咁主要就係因為我好中意綠色啊，係綠色同埋樹木，咁我就揀咗一件迷彩衫俾佢著，同埋呢副眼鏡係代表咗我而家戴緊呢副眼鏡嘅。哦，係啦，咁就其餘嘅就簡單啦，因為我都唔係一啲畫畫好叻嘅人，純粹係感覺。咁我覺得隨住你哋嘅感覺去行你哋人生嘅路，就會開心噶啦。多謝。好，唔該曬你啊！咁喺呢度點都要 Anna 講翻幾句説話啦 ，Anna， 好耐冇見你啦，係點啊？係啦，點樣恭喜佢哋先？當然恭喜佢哋啦！咁即係識咗好多年嘅朋友，咁我想講嘅就係、是每個人都會經過高低起跌、唔開心同唔開心嘅時候嘅。咁樣點樣可以衝破得到呢？我覺得絕對係可以。即係揾呢兩位朋友傾下偈，因為佢哋咧就一定會將好多嘅正能量，將你唔開心嘅嘢都會化解曬。咁如果大家想化解你哋唔開心嘅話咧，呢兩位咧係非常之好嘅代表嚟嘅。好，咁啊多謝曬，我哋問問，好緊張。好，其實咧，我哋喺中午嘅時候咧，已經由兩位專業合數師 Peter 同 Vincent 啦，我哋嚴謹定一一點算，同埋經過所有嘅證據嘅嚴格審核，我僅代表健力士世界紀錄，好榮幸地宣布。由御熙快樂國際慈善基金會
及香港國際精神健康協會發起的最大規模畫框展示健力士世界紀錄稱號，最終結果為3333。3333是成功地挑戰成功，亦都成立了為香港、中國香港再添一項全新的健力士世界紀錄。You are officially amazing， 恭喜你，祝成。好，我哋 TVB 啊 ，TVB 不停每一日都創咗世界紀錄噶。我哋嘅華語嘅電視節目，如果有機會你睇到嘅話咧，我哋就係繼續係破新嘅紀錄，製造最多明星。我覺得大家都做得好好啦，做一個挑戰難度高啲嘅動作，就係講超 panda， 然之後就 super， 好唔好啊？咁就真係開心啦，得唔得？就可以 super 開心啦。準備好未？小朋友準備好未？各位贊助商、各位嘉賓準備好未？放開你平時工作嘅煩惱，而家我哋係回復童心嘅時間，準備一、二、三 ，Chill Panda！ 哇！靚唔靚啊，各位同學仔？嗱，小心啊嚇！